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虚元堂善书，世间生活，主住仙佛为南海观世音菩萨。南海观世音菩萨降，盛世，吾今日降住世间生活一书。第十一回，七善怕恶见人性。盛世，佛教寄诵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人恶人怕天不怕。为善之人或许有时会被欺负，被陷害，但是善有善报，终将会有好报。为恶之人，有时喜欺负人，陷害人，损人，因果报应将会清算他的恶，终将会有恶报。至彼，吾两又见面一同著书了。今日是新历年最后一次著书，你在新的一年有无什么愿望呢？弟子在此叩见恩师。恩师这样问，是要让弟子许愿且得以如愿吗？你想得美，一切要靠自己努力，行善积德，上天自然在时机成熟时让你如愿，你明白吗？这弟子当然明白，只是跟恩师开开玩笑罢了，还请恩师见谅。无妨。话说弟子来年之愿望，首先当然是希望虚元堂堂务一切顺利，堂务蒸蒸日上，其次期望堂内众师兄师姐及各善信皆能身体健康，心情愉悦，因健康是最重要的，没有健康之身体，什么事都做不了，更何谈修道。其三，期许自己能多缔造更多圣书，以度化更多世人向善，使社会更真挚祥和之境。你的愿望听起来还不错哦，我以为你会许下财源广进之类的愿望呢。大家都想要财源广进啊，但恩师之前有提及，这种事情除了靠自己之努力外，还要积功累德，累积自己之福禄，方有可能实现，不可能在家中前就掉下来吧。看来你头脑还算是清楚，针对堂务之事，堂上众恩师自会暗中护佑之，一盼堂内众贤生持续其力推展圣务，自然将蒸蒸日上。弟子在此先叩谢堂上众恩师护佑，又请问恩师，今日之案例对象为何，又在何处呢？待无限景让你观之便知。此时菩萨轻拂衣袖，立刻现出场景。此处看起来像是钓虾场，里面有许多人在此处消磨时间。请问恩师，主角在哪里呢？这里有好多人啊。就在吾两正前方，有一位穿黄衣服及蓝衣服两位年轻人。见这位黄衣年轻人在大声斥喝蓝衣年轻人，叫其闪到旁边一点，空出空位，好使其可以钓到更多虾子。过了一会，黄衣年轻人依旧钓不到虾子。不久后，有个红衣人来到此空位，开始钓虾子。过段时间，黄衣年轻人又呵斥红衣年轻人闪到一边去，以免影响到他的虾子。此时红衣年轻人回嘴骂了回去，说此处是公开的钓虾池，谁都可以在任一个地方钓虾，你有什么权利叫我走？且此时红衣年轻人又做事想打人，黄衣年轻人才道歉后不吭声，继续钓虾子。此时菩萨再次拂袖，再现出另一场景。此处又是另一个场景，在一教室内，见两个学生在吵架，吵到快打了起来。右边这个看起来叫调皮，体格较壮硕，左边这个看起来叫文静，体格亦较瘦弱。此时老师到场阻止并训斥两位学生，对右边这位学生只是提醒两句，叫他不要跟同学吵架，而对左边这位同学则大声斥喝，并告知若再不住手，将要记过处分。请问恩师，老师对此二位学生为何有不同的训诫态度呢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右边这位学生是学校懂事的小孩，平时就很调皮，亦喜欢跟老师顶嘴，老师也管不了他，加上他的背景，老师也怕他去跟家长告状，工作不保。而左边这位同学则没有什么背景，也叫乖巧，老师指责他，属于正常管教方式。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案例。还有案例可看，今日之案例不少哦。此时菩萨再次拂袖，再现出另一场景。此处是一间办公室，有二位部属在工作上产生争执，甲生不愿意做其原本之工作，想要推给乙生做，乙生当然也不愿意做，主管逐一叫进办公室进行沟通，甲生坚持不做，因此主管只好鼓吹乙生接下工作，事情总不能没有人做吧。
而以身只好勉为其难答应，但心中仍愤愤不平。请问恩师，为何贾先生可以说不工作就不工作呢？贾生的父亲是这家公司之大股东，连董事长都要敬其三分，加上其自恃有靠山，在公司内作威作福，想做什么才做，不想做的工作就说不做。其他同事若不是为了生活，也只好忍气吞声，敢怒不敢言，连其主管亦拿他没辙呀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今日之案例，似乎正符合恩师开头所提欺善怕恶之人性状况。没错，今日所指的欺善怕恶有两种层面，其一并非指真正之恶人，有时在事情发生之当下，世人在面对较有权势或较凶较会欺负他人之一方时，纵使明知谁对谁错，但是为了避免麻烦或后续衍生之困扰时，往往对较恶之一方轻轻放下，不敢对其有过多之责难。就好比那位学生，明明知道其父亲是小董，若老师秉公处理，岂不是跟工作过不去？又犹如后面那位主管，为了能在公司继续生存下去，也只好忍气吞声，让那位股东的儿子为所欲为，有时甚至也不把主管放在眼里，目中无人，真是可恶至极。第二种层面之欺善怕恶之人，仗着自己有权势较凶恶，便肆无忌惮欺负他人以达其目的，此等之人终将受到报应，故为人断不可事事如善，以免造作恶业。世人有时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有时往往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态，做出对恶人轻轻放下之应对方式，但即便如此，世人在为人处事时亦当尽量做到公平，秉持行得正做得正，秉公处理各项人事物，方能不让任何一方感觉不公。今日著书至此即可，可无回。
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南天虚元堂之庙院已建成，希望大家可财布施护持庙堂之永续，多助印善书，光临虚元堂以受仙佛普照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虚元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